那么现在我们教大家如何把这个球发快。这个球为什么我们能够发得快，而很多球迷发的这个球就是这个速度，你看这个速度不够快啊，你看大家都发着这种速度来啊，或者说是这种速度来，这种啊搓啊，这种这板球搓也容易高的啊，我等一下子告诉你们为什么。那我们如果说是球打在球拍的拍头啊，拍头啊，拍头过去啊，这种球拍头过去啊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痛痛，这个球很多球要吃的。那我再跟你们讲啊，就是这个球为什么能够发得快，我们快的唯一发球唯一发得快的是手不要张开，手夹在这里加速前臂，它就是快。由慢到快，你看慢加速，这个球会突然间就加快了。那大部分的球迷去发这个球发快，这样子来发的不快的，因为他手出来了，因为手出来就不好自动，不好有快慢的关系，手出来是控制不住的。就像我们去拉一板球，你看我们的动作一大，哎，晃出去了，你整个人就晃出去了。我们如果说是吧，用核心去吧，唰，它就回来了，它就不会跟我们把整个力量释放出去。其实发球跟我们的拉球，跟我们的正手，跟我们的反手，它是同一样的，就是千万不能让我们的手出来太多，控制失去控制的，在这里它是控制住的。你看，慢快，来，慢快，这个球的速度它就像一颗子弹一样，它就出去了。